我现在讲的这个出来的这个八字，是因为你的体重的转移，按摩产生的。你如果不转，那你这个丹田它在动着呢，你丹田动着，你不跟着它动不可能的呀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拿到这个起点的这个力量的时候，你身体就是这个丹田就告诉你，你身体一定要右旋，你才拿得到右足跟的这个力量。所以为什么一起来的时候我就说要向右旋，拿足跟足踵的力，踵吸法。然后呢，在你推送的时候，它的重在脚步的这个重心转移就是这一条线啊。重心转移就是这条线啊，转移就是这条线呀，转移这条线。你没有重心的转移，你怎么按摩呢？你这个八字怎么画出来呢？画不出来的呀。就是在八字过程中，重心是在转八字，但是那个腿一直是我观察是后腿的两只腿是后腿屈膝，前腿是。不，因为这个是裤子的问题。你要是两个腿，你没有一个膝盖的这个变化，所以这是你们的基础的问题。在我们做这个动作，你现在给这个，在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道家讲三盘连转。什么叫三盘连转？就是你的丹田、你的膝盖还有你的腿，叫做三盘连转。三盘连转什么呢？是丹田发力，对吧？你这样大家站起来，这个平行开步，平行开步是吧？你两手把你的髋关节给扶住，是吧？你扶住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感觉。三盘连转，上盘在哪里？上盘在丹田，但是我们摸不着，可是这个髋关节我们可以摸着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丹田的外墙，丹田有一个外墙，是吧？有一个硬的外墙和软的外墙，髋关节，还有后边的这个盆骨，还有前边的曲骨，这就是它的硬的墙。软强是什么呢？就是腹部的这些肌肉。好，你们两脚分开，这一位是哪一位啊？叫做那罗放。这位你的那个照片上老在打哈欠，这个最好是换一个照片，因为我看见你好像总是在那里打哈欠在睡觉。你们这样哈，两手放在髋关节，然后就是我刚才讲的。你髋关节放松，尾骶放松，曲骨放松，自然下沉了以后，你就找到了你的这个丹田的感觉了嘛，对吧？因为你这个地方不放松，你找不到丹田的感觉。好，那么现在你呢，把重心轻轻地转移到右足跟。你转的时候，你肯定你膝盖要动啊。你不能说你转重心的时候你膝盖不动不可能的呀，啊，是吧？你这样转过来，身体微微的右转，现在你来推右边的髋关节，好，现在你感觉到是左膝有感觉，同时足部也有感觉，转过来。现在呢，你来试推左的。这个髋关节是吧？你这么推，所以刚才这个小季是吧？你提的这个问题，你说你没看到膝盖的屈伸运动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三盘连转，上盘、中盘和下盘，它一定是连转的。你们再看啊，你看它有没有这个哈、啊？对吧？他怎么没有啊？
他肯定有的呀。看，你怎么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呢？你固定在一个位置，他三盘转不起来啊。另一只脚也是一样的嘛，是吧？我们要借势用力。你看膝盖，小季，你看膝盖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就是说，因为大家没有练过，那没有感觉，所以提一些很基础的问题，非常基本的问题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啊？朱老师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就是关于那一集有一个就是磨指，是不是就这样大拇指平行的把每一个这样子磨一下弹出来？对呀、啊，你顺势吗？因为你不是大指磨，因为你其他的指也在动啊。你光是大指磨不行的呀，你其他的也在动啊，看。需要每个用大拇指把每个指甲盖磨一下。要磨的就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每一个都得开一下。对，不是拍，你是顺势磨。顺势磨啊。嗯。好，谢谢。不谢不谢，哎，啊，我们美国的朋友也来了，傅博士。谢谢谢谢，傅博士远程而来。怎么样？今天就这样吧。行。今后有机会咱们再交流。好。这个需要大家谅解一下，下次再说到的时候，可能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现在呢，照你这样讲的，从理论上可能大家都。还有一些他又没有体验，又没有体会，怎么叫体会嘛？要练习，他才能够有个真正的感觉。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回去好好练一练。再有问题呢，我们下次在组织活动的时候，就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这样的，这个问一问题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了。我们感谢这三年来这个谁朱医生。朱老师，这个啊，对，细心指教啊，我这现在感觉到丹田震荡，那个我那小大家慢慢的就丹田震荡以后，就可以感到浑身发热，就可以感到呼吸畅快了啊。我希望大家呢，就回去要加紧练习啊。我们一起感谢一下朱老师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朱老师。哎，好，谢谢朱老师，后会有期。好，再见。这个。朱老师，抱歉啊，因为我是从美国这边加入进来，对，我们这边是早上6点过，星期天还不能睡懒觉，好可惜。不要紧，我们做了视频以后转给你，好吧？哎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我们这个讲课的视频做好以后转给你，谢谢你。好好好好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后会有期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朱老师，因为今天正好，那个加拿大他们第一届国际会议嘛。哦。哦。对，黄国健他们搞了一个国际会议，今天。哦哦哦。讲课。好。好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，哎哎好。刚才听了，讲得好详细。哈哈哈！好，再见，今后再说，哎。我们成立了一个微信的交流群，如果大家还没有进群的，可以扫这个我共享的二维码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之后会把这3天讲座的内容都分享到群里，就大家不要错过，可以自己在家练习。然后前天第一场和昨天第二场的这个回看链接已经发到群里面了，大家可以收藏一下。嗯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到时候。我已经在群里了，谢谢您。您是您那个群主是吗？对，我是欧洲时报的小欧，我是群主。哦，莫山朱晓，来谢谢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太棒了。对。再见。谢谢。